是希望能在自己家乡面前能打出一些好的成绩。哎 ，this one， here you go， this one。对啊，哪里？就再找一个，还有。最后能获得冠军，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肯定吧，因为亚运会金牌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里程碑一样的东西存在。就这里就 OK， 就直接这里就好了。亚运会打完之后，大师赛现在是蛮繁忙的吧？每天的时间安排都是蛮紧的，然后有些采访要做。How do you feel about the preparation so far? It is not easy for last week, and it's a very short time between the Asian Games and China Master. 最大的还是训练吧，肯定是占据多数的时间。我团队现在主要是两名教练，然后体能师加理疗师。Well, here's everything is changed. Yeah. I mean, this gym is changed. 我的理疗师、康复师呢会跟我的时间比较多，因为我自身身体原因可能有些伤病，所以说我还是蛮需要理疗师一直身边跟着我比赛。A bit lower back. 场上的我还是非常努力的，所以说我应该还是蛮努力的。你更应该要知道，哎，我的底线可以在这边，我不需要打 perfect， 但是我的底线在这边，我就有好的实力跟他们去对抗，你不需要打出更好的球出来。暂时还没有想到能赢下这一周的比赛吧，因为上海大师赛对我来说还确实非常非常非常有难度的一周，你需要面对世界上最顶尖的选手。我只能说是先熬到第二周，然后看能不能把第二个八强，我感觉我应该会蛮开心的。哎，生活希望还是一切都美好吧，就是只是有这种希望就可以了。